疫情时代，稳定的工作跟对象都可以说变就变，跟确诊一样，察觉不到潜伏期。白日梦，在干嘛啦？锁什么锁啊？整天躲在家里只会锁门，再这样下去一辈子没用。哦，对。稳定的亲子关系也变了。很多人说现在开始要学着与病毒共存，我只觉得那个病毒比较像我自己，多余又没用。原来男人也会有两条线。也可能我是比病毒更病毒的存在。原来不断变种不只是病毒能做到的事，我也可以。我的 amazing， 我主张。